警政方面的消息，关心的是一名男子饮酒醉在路边吵闹，甚至个乌白砸车。为了男子和大众安全，警方将男子带回派出所。果然，男子在派出所内大闹。不过，隔天讲，男子清醒之后是真后悔，来向警方抱歉。醉不上道，卖开车，但是林彪想全世界乱砸车，又搁作势买飞棍拍人，大家纷纷走撇，也吵闹，影响居民。警方到场处理酒醉之事，为着男子以及大众的安全，将男子带回派出所。他当时有做事要打人的情形，但是哈、哦，警方他还没有那个攻击到民众哈，警方就已经到场这样。为了一番的气力，才将伊带回，煞无翻车醉意。男子大声喊叫、唱歌、大闹派出所，民警铐上手铐也无法度制止。哦，他清醒之后哈、哦，表示哈、哦、说很懊悔哈、哦。有做出这些那个举动哈。男主是因为吃饭、饮伤济酒，行为百百款。当天清醒了后，发现家己的行为，竟感觉后悔，也为家己不良的行为向警方抱歉，结束这场闹剧。新闻社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